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va， 又嚟到三集嘅新货推介。事不宜迟，我哋即刻嚟睇下今个礼拜有啲咩新货啦。今个星期我哋嚟介绍下新嘅遥控模型品牌 Maker RC， 已经喺我哋个网站度上架啦。最近亦都有翻到几款嘅新货，分别系增加找地力嘅胎水。一 set 三款的啤领有套装，和工具零件都等等，大家有兴趣可以上我们的 website 看看。跟住落嚟看看 pass， 有玩 TRX4M 的师兄们就有福了。今期 Samix 翻了超大量的 TRX4M 零件，快啲上我们的网站看看有什么啱你夹埋你攀爬车啦。跟住我哋就嚟讲下车啦。今期有 Overdose GALM Version 2 MT Plus 1:10 RWD 高性能漂移车，套件包括一个主底盘同埋一个上部底盘。今次嘅开发重点系减轻重量同埋底盘扭转光度。Version 2 MT Plus 同埋 Version 2 Plus 标准相比，成功将主底盘和上部底盘的重量减轻了大约7克，而且通过提高扭转光度，强大的牵引力可以牢固地接收传递到地面。 GLM 优秀的基础性能又得到了提升，喜欢玩漂移车的师兄就记得不要错过了。那今期新货推介又到这里先了，喜欢这条片的记得 like、comment 和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。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